吸马铃薯，等一下要烤马铃薯。放少许盐，煮过十分钟。我们马铃薯煮好了，我们的调味料来烤。这边有百里香、迷迭香、盐巴、红椒粉。我们放一点油，给它涂均匀一下就可以了。来进烤箱给它烤。我们来烤马铃薯，200度20分钟。